索尔，为了末日锤，这是你自找的。这手漂亮。Hello。还有时间吗？让我想想，更多灵魂。
我想想，有病就要吃药。你看什么看？让我想想，为了科尔苏加德，又一次机会。
我要考虑一下，还没有时间呢。竟敢挑战死亡之翼的女儿！你将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。时间快不够了，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我想想，你将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。你将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。